嘉轩老师好，轩轩，我要给你鼓励，你愈来愈进步。谢谢老师，愈唱愈好，而且你对歌的拿捏吼，迄、那个开口啊，佮有轻重，真正是足水亏的，进步足济的。我敢那小看一个意见，就是讲你有法度，互你的歌声佮较亮嘞。过来就是你的歌词啊，佮较暗就出出啦。尤其是你大概那唱到一、一、一，听起来拢是嘻嘻嘻。这个有点可惜了。啊，若无我感觉你不给今天要坐上去机会很大哎。谢谢老师。嘉轩，老师好。这首歌不好唱，然后我觉得你进歌一进来的地方非常稳，非常好听。对，我想哇，燕佑糟糕了。然后那个最后呢，会录一讲这样，那个反拍有些时候就会差一点点，有点可惜。那我的意见一样哈，摇滚宝贝心瓜那个心瓜那个地方啊，你是转成假音，就是那个地方，你的共鸣缩到后面去了，有点可惜。所以假音再练一下，我觉得那个地方你的假音应该可以很漂亮，因为你的声音是厚实的声音，是有 body 的，所以你假音。上去的时候，你突然间虚掉的时候，就整个，因为其实它是最高音，反而你整个那个情绪会掉下来，哦，那个地方共鸣稍微注意一下，很容易的。谢谢老师，加油。